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佩玲，欢迎收看《科普一传十：动物与它的产地》系列。我们这集的主题是后来的皮糖。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第一位是师大环教系的方伟达老师，方老师您好。佩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台大森林系的丁宗书老师，丁老师您好。佩玲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场地是武林高中，那非常感谢武林高中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场地。另外呢，我们在线上也有跟我们连线的学校，今天啊跟我们连线的学校是中山大学的谢龙清老师班级。谢老师您好。是谢老师，嗨。那我们让谢老师的班级跟我们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那非常感谢谢永清老师哦，谢永清老师是我们科普一传十的铁粉，几乎常常都会支持我们，谢谢您。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线上跟我们连线的学校，现在大家在荧幕上可以看到一张直播地图。那在直播地图，这是台湾这次北中南东跟我们连线的学校，大家赶快张大眼睛看看自己的学校大名有在上头。如果没有看到自己学校大名的话，赶快拍下你们在直播的画面，回传到科普一传十的粉丝网，我们就知道你们在线上与我们同在。另外，我们还有海外马来西亚跟澳门连线的学校。那这次很特别的是，有许多的环保团体、关心环境的一些组织都有跟我们连线，那非常感谢你们的参加。好，那再来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你们现在如果有在收看直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下载我们科普一传十的 APP， 那请你们务必要下载哦，因为我们所有直播互动的功能都只有在 APP 上头才能够感受到。那这一次我们在直播小测验要特别感谢武林高中的林碧金老师来帮我们做出题。好，那现在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首先就想请教一下老师哦，最近这个皮糖光电这个绿电的新闻，我想大家都非常引起大家的注意。可是其实对于桃园来说，皮糖它的发展是有它的历史性的，那是不是请方老师先跟我们谈谈这个皮糖的历史呢？好的，大家知道说桃园皮糖的发展历史非常的早，早在清朝乾隆13年的时候，距离现在270年，桃园第一个皮糖龙潭大池就已经开挖了。经历过许多的年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一套由原住民萧里社跟客家先民所营造的工法已经在这边发光发热，到现在已经有2000-3000座的皮糖这么多。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很多皮糖它消失了，这也是我们觉得非常惋惜的事情。是，那我想这个皮糖历史就像刚刚老师说，它已经有200多年，将近300年的历史了。可是其实它皮糖最早之前它的功能是灌溉，现在我们已经这个灌溉的功能是弱化了。那皮糖种电是现在大家很热门讨论的一个运用方式。那是不是丁老师可以谈谈这样子的运用方式？他特别该注重的思考方向是什么？是，其实老实说，皮糖虽然说一开始是为了灌溉哦，但是其实皮糖不只是皮糖，它其实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个生态系功能，它也可以提供。那其实像是这样子的生态功能哦，我们可能一般人比较不熟悉，因为像是经济的功能是非常容易去做计算的。那就生态功能的部分，是不是来跟我们多谈谈呢？好，那所谓的生态系功能呢，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在那一边，它可以帮我们人类提供哪一些直接还有间接的一个利益。那当然直接的利益就譬如说提供食物鱼类，这个是一个。但是除此之外，有一些我们常常会觉得理所当然的，但是实际上是由这些天然的一个生态系所提供的，那这个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以皮糖来说的话呢，其实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调节防洪，然后净化水质，还有气候的调节，还有最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一个难得特殊的一个栖地，让很多的生物在这边可以活下去。是，我想栖地绝对是丁老师最在乎的这个功能哦。但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可能未必像是两位是那种爱好生态的爱好生态的学者。气候条件这件事情反而是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感受到的，那是不是请方老师来谈谈就气候调节的部分，皮糖它提供的功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桃园这个地方原来是千糖之乡，它非常多的皮糖，所以这个皮糖的功能非常多。那其中一点就是说它可以调节地表的微气候。什么叫做地表微气候呢？因为在桃园皮糖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看这边有一个土，这张图非常的有趣哈，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比较四个地区，其中的
老师，这张图我们要读需要一点时间。是，你说这张图它是有四个地区，那怎么看出来有四个地区？如果说扣掉全球的气温不谈哈，嗯，它是我们台湾100年以来的一个温度图。哦，那这刚开始的时候，桃园这个地方跟台中、台北的温度都差不多。所以桃园的线是绿色的线，是的。那台北是蓝色的线，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说，我们的台北跟台中，台中是紫色线，是它都在这个最上面的阶段。哦，大家可以看到说，尤其是台中这个地方，嗯，现在的温度比100年前高了大概2.4度。嗯，那我们的台北盆地呢，也好不到哪去，它高了大概2度左右。所以台中跟台北线其实是。是纠结在一起的，没错。而且台中的温度上升更快，但是我们的桃园皮糖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浅绿色的线。嗯，如果说桃园皮糖从1909年到现在，它的温度都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比较往下一点点呢。它还有一点降温效果。是。那如果我们把它比较跟日月潭来看的话，嗯，日月潭也几乎没什么差别。所以日月潭是红色线咯。日月潭是红色线，因为日月潭它从1939年才开始做温度的调查，所以它前面是没有资料的。没错，嗯，那我们做一个比较，发觉全世界的温度大概100年来上升了1.1度，但是我们的台北上升2度，嗯，台中上升了2.4度，竟然我们的桃园一点都没有上升，这是不是代表？桃园皮糖的温度的降温的效果跟一个日月潭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嗯，像我们一般来讲，对于都市，我们都有这种都市热岛的情况，这他们没有这种都市热岛的情况，它有特别的方特别的说法吗？这个在学术上我们把它命名叫冷岛效应哈。就譬如说，我们看一个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它比周围的都市温度就低。我们也看到说，从美国 ASTER 卫星影像来看，皮糖的温度它就是比附近的桃园、中壢这些都市的温度都低。那这种我们称为一种冷岛效应。嗯，尤其是因为皮糖的水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是，所以它不容易把热量释放出来。但是你平常在马路上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热，它就是因为会反射太阳的温度，造成一种叫做热岛效应的这种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都希望住在水岸景观第一排，为什么呢？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愉快。所以其实刚刚我们从那个比较的图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说，这种冷岛效应它对于我们的居住环境，对于微气候上头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注意，尤其对人体的一个舒适度来讲。如果说你夏天的时候到一个水岸旁边，你会觉得特别的凉快。的确。那其实皮糖帮我们创造了很舒服的这种舒适空间，对我们人类来讲很重要，但是它同样也提供了重要的这些动物的栖地。那对于动物来说，那个不是只是舒服而已，那是他们的家呀。那就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再让我们更多了解这皮糖它在这上头扮演的角色。好，我们来讲说桃园皮糖，因为它是鸟类的一个家，尤其是台湾是位于东亚的候鸟的一个拨迁的一个地区。怎么说呢？从西伯利亚到台湾，那有一部分鸟它到菲律宾到澳大利亚，它是一条路线，迁移路线。那我们另外一条迁移路线是从日本、韩国到台湾，再到中南半岛。所以台湾有600多种鸟，其中很多是候鸟。那我们台湾也非常的地理条件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台湾不冷也不热。所以以桃园皮糖来讲，它孕育了台湾1/5的鸟种。嗯，那其实刚刚我们老师有谈到，我们在东亚这个部分是我们候鸟很重要迁移的必经之地。那就想问，如果这个部分我们的生态没有保育好的话，那不是我们会影响到整个东亚的这个鸟类的生态吗？啊，没有错。我们刚刚讲桃园皮糖孕育很多稀有鸟种，但是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哈，我们把桃园的10大鸟种，给放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是候鸟，当然有很多是留鸟。是。但是我们必须提出呼吁的是，因为我们桃园这个地方都市化情形非常严重，这个10大鸟种里面有很多是陆鸟，尤其是它里面有非常有趣的是，都市有三宝嘛，麻雀、白头翁、绿袖眼，它都有。然后加上排名第一的叫夜鹭。这个夜鹭这种鸟呢，它连死老鼠都吃，所以它能够盘踞在桃园皮糖非常的久。
那久而久之，这些留鸟把候鸟的这种栖息环境给占据了，所以我们在做桃园平塘的时候，经常需要多做一些保育跟复育的工作，把多的栖地留给东亚这些候鸟来栖息。那我想丁老师，您是出了名的爱鸟人士，那对于桃园皮塘的这些生态也非常了解，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边观察到哪些珍贵的鸟类呢？是，这边桃园皮塘的话，其实常常会出现一些稀有而且很不容易看到的鸟类。那举例来讲的话，一个很重要也是大家很容易看到的，就是这个凤头浅鸭。这凤头浅鸭的话是一种鸭子，它长得超可爱耶。是啊，有个小辫子在那里，嘿，然后风吹的时候会这样子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的。哇，这种鸭子虽然说眼睛有点小，但是其实很可爱。它的食性呢，主要是在水里面抓鱼，但是它抓鱼的方式呢，是潜水进去来抓。那它需要清澈的水，而且需要深的水。所以像这样子的栖地的话呢，其实在台湾没有太多了。但是桃园呢，因为有蛮多的皮塘，而且这光是清澈的水就不是很好找。是的，哎，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另外一种跟这个凤头浅鸭很像的这个斑背浅鸭。斑背浅鸭也好漂亮哦。是，那很美哦，但是它数量非常的稀有，很不容易看到。在台湾北部要看到它很不容易。那主要的话呢，在桃园的皮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栖息点。哇，所以桃园皮塘可以说是爱鸟人士必定的守护点呢。对，还有一个也是大家感慨非常多的，就是水蛭。这种鸟很漂亮，它脖子后面那边都是全金的。那这种鸟的话，以前在台湾的这个低海拔的湿地呢，相当容易看到。但是呢，因为栖地破坏的一个关系，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呢，全台湾只剩下不到50只哎。那不到50只，那不是已经快要绝种的感觉吗？是的。大家也会觉得说好可惜哦，这个物种就快要绝种了。是，但是还好的就是说在于台南鸟会以及高铁台湾高铁他们的一个协助之下，他们在台南呢打造了一个新的栖地，那是一个新的一个水域的一个栖地。但是呢，他们很成功的把这个水蛭呢，它的族群数量从快要绝种的不到50只，现在拓展到已经将近1000只了。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成就哎！是，而且这个水蛭呢，它在最近这几年呢，它又回到桃园了。哇！以前桃园有50-60年前的时候有，但是后来全都消失了。但是现在很高兴的，我们看到水蛭又重新回来桃园这里了。是，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水蛭，它也是蛮有趣一个例子哈。刚刚丁老师讲说，水蛭过去桃园有，现在没有，现在又回来。我们就讲说，当初史温侯发现第一只水蛭的时候是在高雄。如果说我们在台南那边，好，有三个地方，德元皮、葫芦皮、火烧柱发现有水蛭。当年高铁要通车的时候，环保署是规定它，你在通车之前一定要把你的水蛭复育区复育好。所以复育好之后，好多水蛭它们孵化之后，它们竟然飞到高雄的大水塘，就在左营那边。是。那这个。是一种象征，就是说台湾保育真的做得很好，我们的水蛭它会回到母亲的家。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对，而且真的只有当我们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才可能有这种民间与这个环保团体大家一起合作，才有这样富裕成功的机会。那实在是非常难想象哦。我们一般来讲都会觉得说，桃园它其实是，尤其是特别是这几年，它是都市化非常高的地方。那因为有皮塘的存在，也可以让这么多的水鸟同时跟人类在同样桃园这个环境里，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出现的一种状况。就一般城市大概不容易有这样子的这种，应该是一种 privilege 了。对对，真的是一种特权。但是我也要说的就是，其实皮塘它不只是只有鸟类而已。鸟类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它们。但是其实皮塘它还有提供了更多像植物、还有水栖昆虫、还有其他的一个小动物它们栖息的一个家。那在皮塘这边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生物，其实是其他地方所不容易看到的。的确，那尤其像是鸟类，它有它很美丽的形态。那容易让大家注意到，那其实它也自然会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保育目标。当我们开始保育它了，其他的这个生物接着也有一起复育的机会。那其实在中间环保团体所扮演的角色其实还蛮关键的。那是不是可以请方老师来跟我们谈谈？我想说桃园这个地方除了鸟类我们在做复育之外，其实我们也在复育桃园这边有很多非常稀有的植物，譬如说台湾屏风草。
那台湾平埔草本身它有一个小黄花嘛，非常的可爱。然后它的象征是本身它中间有一个红心，所以它是台湾的一个特有种。我们也去区分它跟日本跟北欧的平埔草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复育。因为过去我们知道说孤恋花那首歌说水莲花是妈妈喜好，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水莲花，但是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好像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去找到它最早的日本人岛田明士，他在1914年去新竹的新埔发现了平埔草的栖地，现在那边已经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后来又到龙潭去，发觉那边的复育的情形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复育。那这个台湾平埔草，它其实它除了是杨三郎他们写的这种歌啊，珠莲花型猫猫型，但是它也是刻下一个象征，它是它的禾根啊特别的坚实，象征了客家人不屈不挠，但是它的表面是非常的柔顺的，所以它的这种象征意义是非常有意思。不只是个珍贵的植物，其实它跟文化上头的连结，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植物，其实文化上的这个根好像也好像是断了一样。对，没错。那当我们想要去保存这些皮塘的环境，然后想要去留住相关的一些文化，想要保存皮塘，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在桃园做复育的时候，我们跟当地去问，因为我们要推动一个叫原住民的生态智慧哈。是。那当然大家知道说这里的原来原住民是消理社，但其实有很多的客家的工法是跟我们的皮塘复育相连接的，比如说我们营造了太极池。那这个太极池其实它的形状是像太极一样，那一部分的水比较深，一部分水比较浅，因为我们想要营造一个生态的功法的价值，是水有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然后弯弯曲曲，这个都是一个景观生态学在做复育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理。为什么呢？当你水浅的时候，它特别能够除污。如果说水深的时候，它又有其他的不同的生物可以在这边栖息，所以这里面的做法可以象征的是一个客家的精神或者传统的生态智慧。其实像是这些客家的皮塘哦，大部分都是在私有地上头。那其实在私有地上头，我们要去推动这种比较大规模的保育似乎会比较困难，所以这种跟民众的这些沟通或者是跟环保团体的合作就相对的重要。那就与一些的这个法令上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定，让我们在皮塘上面的保育是能够帮忙的，或者是忽略，反而是忽略掉这一点。好，我们知道说桃园市政府事实上之前有一个皮塘自治条例哈，那它专门是保护皮塘，但是我们知道说桃园这个地方有很多是公皮，有很多是私皮。是私皮的话，大部分都是看天池，它位于大概就是芦竹啊，或者到龙潭这个地方三木地旁边，然后也比较小。那这部分的话，如果在私有土地上面的话，0.3公顷以下，几乎政府是不大去管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如果说这些大大小小的皮塘能够说进行保护的话，那对于这个很多的生态啊，很多的这种储水调节地表的微气候都是有帮助的。是。那其实像是之前有听说这个水利会把行政院水利会在推动说这些皮塘管制由法人制改成公务机关，那像这样子的话，对于保育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帮助吗？我们其实会很希望有正面的帮助。当然，现在这个措施还没有完全的落实还有实施哦，但是我们想，既然做出改变，我们会希望往更好的方向来前进。那其中一个很希望能够做得到的，就是在过去的话呢，农田水利会它基本上是以农田灌溉为主，但是实际上这些水利设施、这些皮塘，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生态系的一个服务，这些服务都是为了大家、为了公众所提供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呢，以前可能在这种灌溉水利的一个思维之下不会被强调，也不会被好好的来经营或者来尽量增加它的一个效益。但是现在如果说农田水利会变成是官派的时候呢，其实政府可以以一个全盘的角度更加的来去好好思考该怎么做。尤其像是一些私人的皮塘，如果我们为了公众利益让它留下来的话，其实一些合理的补偿制度似乎是需要的。那当我们是有了制度下去的时候，想要有计划性的去恢复皮塘，其实皮塘相关的这些
资料，我们就是相当的重要，我们才知道该怎么样去设立目标。那就目前我们对于相关皮糖的资料，我们有足够的掌握吗？基本上我们经常就是说啊，到底资料到处都有，但是当你要去找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整理它，也会发觉说资料存在每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说桃园这个地方皮糖既然是清朝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就开挖，事实上有一个资料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叫做台湾宝图跟台湾地形图。我们从这两张图里面看哈，它非常有趣。像左边的这张图，我们就指的是皮糖它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它1926年的时候，所以那个蓝蓝的点点就是皮糖。对，1926年的时候，其实皮糖还蛮多的哈，北边南边都很多，像星星一样，对，密布的。你看到说1960年右边这个池塘的话，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话是叫桃园大郡，是，然后上面红色点是代表消失的皮糖。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说，1924年的时候，桃园大郡通水。所谓的通水，就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开始就进行灌溉，所以北边的皮糖不需要有这么多的灌溉的功能，它靠着大郡去通水做灌溉，所以它就渐渐消失了。但是我们看看另外一种图哈，另外一种图是1960年到1999年，这张图也非常有趣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大的池塘它就不见了，哪些大池塘呢？就比如说十大建设里面要做桃园机场，然后也要做一个新市镇，所以这些大的池塘就不见了。但是往往南边的小池塘也就不见了。哪些池塘不见了？因为底下的石门水库进行通水之后，南边的小池塘也就不见了。哇，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影响还蛮大。那其实我们在刚刚的那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点，像是在机场跟巴德那边。对，那这个部分它那边皮糖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多做说明呢？是不是其实一些大的建设一下去，势必就会碰到这种资源上面的排挤？因为我们曾经用这个去投国际期刊哈，国际上对于这个现象非常重视。也就是说，我们当初有一些假设，就是小的池塘非常容易消失，但是有例外。为什么呢？政府重大的公共工程经常会考虑到把皮糖给填掉，就譬如说做高速公路，像现在的机场啊，譬如说做新市镇或者机场的扩建，也会考虑到把大的皮糖去填掉。所以现在我们去思考到，如果说皮糖填掉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别的地方去新建新的皮糖？为什么？因为如果说皮糖旁边就是机场，那你在坐飞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害怕，因为飞机上升的时候鸟也会上升。如果我们在南桃园，在桃园的南边，譬如说像杨梅那个地方做一些皮糖的富裕，去挖一些大的皮糖，去让这些鸟能够安置，是不是我们也做了一件功德呢？其实在飞安上也相对的会比较安全。没错，是。所以刚刚我们从这些图的这个变化，我们就可以发现它跟真的是跟着我们的人类行为，皮糖的分布跟它的数量其实就产生蛮大的变化。那除了刚刚提到这比较是都市开发，那还有哪些的人为活动会让我们皮糖逐渐消失呢？好，我们也知道哈，因为皮糖跟我们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嘛，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去挖掘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考虑到利用皮糖的话，第一个我们可能会填土把它填掉了，对，因为这个皮糖马上就多了一块地可以用。这个皮糖我们需要一些土地，就譬如说我们现在这张照片的红糖皮哈，你可以看到说红糖皮现在面积三分之一都不见了，所以在照片的右边这边，人原来站的地方，事实上原来都是皮糖。哦，所以原来它那个小坡地是皮糖，那块全填出来的，全部填出来了，因为现在桃园需要种电嘛，所以我们看看其他的照片哈，这些种电的景观，如果说第一个你必须要把这个水排掉，第二个就是说电直接种在皮糖上面，第三个你有可能会清除岸边的植物，所以这个皮糖基本上它的生态功能几乎都破坏掉了。那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我们事实上有点难过哈，因为这个都是也许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就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前面有皮糖，然后这些皮糖现在都开始种电，上面种满光电板，但这些光电板它依然有一些问题哈。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光电板它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它是不是会剥落？
剥落的话，它有一些重金属，譬如说砷跟锡，它就会释出。这个释出的话，如果说这个皮塘原来里面都还有水，然后里面又养鱼，那一般来讲都是六月收成嘛，所以在那不就差不多了。现在六月收，当你餐桌上有一盘鱼，这个鱼是从桃园皮塘产的，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说这上面有重电？它上面可能有砷，可能有砷啊、锡啊这些重金属的产生，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而且如果说真的就铺在水面上，它直接如果说腐蚀了，其实它就直接就直接融在水里。没错，而且这个会进入到食物链，所以毒害的不仅是鸟类，也会毒害到我们人类的身体自身。哇，这个非常的严重。是，那其实像这个部分，我们在说绿电能够为我们创造的经济效益之外，我们其实是比较少注意到的。那另外是不是可以来谈谈除了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毒害之外，铺设太阳能板对于我们的生态上头它的影响又是什么？是，那这个铺设这样子的太阳能板，它会有很强的一个反光。那这个很强的一个反光的话呢，其实远远看就是亮亮的。那鸟类呢，以及飞行的一个昆虫呢，它们远远看到像这样子一个反光的一个光电板，它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个湖泊。哦，他以为是湖水的反光啊。对，它是一个他喜欢的一个栖地，那他就会冲下去了。对，他反而会被吸引过来。是，那吸引过来的话呢，有时候是直接一头撞进去，有一些的话呢，是直接在上面，譬如说昆虫的话，可能因为太热的一个关系就被烤干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是，甚至是说在美国，他们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太阳能发电，他们是用那种所谓的聚光型的一个太阳能发电。聚光型的，所以就是说它还能够把太阳能的这个效果是更集中的。对，集中，而且还有热，那个热度非常的高。所以呢，像在这种地方的话，在美国他们加州也发现到说，这种聚光型的一个太阳能发电呢，其实会让一些的鸟进去的时候被吸引了之后呢，在里面被烤干了，被烤死了。那我们在图片上看到那个鸟的翅膀都被烤得卷起来，所以那个温度想必非常高吧？对，所以老实说，对于鸟类来讲的话呢，像这样子的一个栖地，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陷阱，本来是适合他们的一个栖地，但是现在加了这个设施之后呢，他们会更容易被吸引过来。可是就在这样子，又上升了他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哇，本来是个休息的天堂，现在变成了一个会致命的陷阱，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反光这件事，其实这个对鸟来说它会变成是一个陷阱，可是我就想到桃园我们是最大国际机场的地方，哎，如果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太阳能板的反光，难道对我们飞安不会有威胁吗？大家可以想想看，你在外面太阳很大的时候，你没有戴太阳眼镜，然后人家用镜子刺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子的感觉？那桃园有非常多的班机，它这些班机这样子经过的话呢，这下面反射过来的强光，如果说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一个操纵的一个能力的话呢，这是会影响这一个飞安的。那像美国加州的话呢，他们政府就受到一些的申诉，来自于飞行员的申诉，因为有太多的光电板，之前没有，但是现在这样下去之后呢，对于他们日常的这样子一个飞行的路径造成蛮大的一个困扰。是。哇，这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地方，尤其我们台湾是一个能源相对缺乏的地区，我们在绿能思考上头以前的经验上也比较少，所以如果这时候要转成绿能，我们其实相关对于环境它会造成的影响资讯似乎是不太足够的。我想说绿电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地点，而且有些绿电其实上它的一个耗能量或者它有产生很多废弃物更为严重。举例来讲说，我们以光电板的一个发电效率来讲，成功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在台南那边的盐田，如果说架设30公顷的光电板，它的发电效率只能提供10万户的用电。那我们来思考说，我们的桃园基本上太阳它的一个能量没有那么强，事实上它的发电效率是更低的。是，而且相关的一些生态调查也许是我们
之前所缺乏的。也许我们之前对于这个皮塘就只是觉得这个生态上头有很多的鸟类的研究可以去进行，可是当我们要去做一个工程的时候，它对于生态调查的面向跟需求似乎也会不一样吧。我非常支持绿电，我们都需要电，我们无法离开电，但是当我们要找新的能源的一个来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想办法去了解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它。那像现在对于我们所身边所熟悉的这些的皮塘，其实老实说对于一些生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是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呢会有怎样子的冲击我们也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不能做，而是说我们应该更加谨慎的全方面的一个思考，然后来看看怎么样子可以把效益达到最大，然后把那个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是这样子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有的态度，而不要说非常的急，然后一头的想要赶快去做，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的辛苦还有难过的悲剧就可能会发生，这是我们想要极力避免的事情。那尤其是太阳能发电，我们知道它的日照条件是很重要的，那以我们在台湾使用太阳能的经验，不管是说把它放在屋顶上啊，或者是做的就像皮塘绿电这样子的使用，其实南部的效果都是比北部要来得好的。那丁老师你怎么样看这皮塘的发电它所能够带来的效益呢？我们台湾其实在电力的一个需求上面夏天是最高的，高峰是，还尤其是白天，现在这个时候是太阳正大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冷气，那但是大家想想看，你把一个皮塘把它给上面放了很多的光电板，然后呢让它去发电，让它去能够去让这个冷气机有电来吹冷气，但是其实本身它皮塘就可以吸热啦。我们干嘛要说我们拿电去用电风扇吹风车，让风车来发电来去让电风扇，这个其实是一个循环，也是不需要的一个循环。如果我们能够让那个皮塘留在那一边，我们可以少开一些的冷气啊。所以我就想到，台湾大学生工系吴富春教授所做的研究哈，他说一公顷的水田相当于600台的冷气机。那当然，这是一个在一公顷的水田相当于600台的冷气机的效率，就是让你感到很凉快，很惊人哎。那很惊人，当然这个是在一个密闭系统里面去谈，当然是我们现在就算我们打个折，就算打一半也很惊人啊。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哈，是。那我们就想说，其实皮塘的湿地跟水田湿地它是非常接近的。我们今天如果说桃园皮塘能够让我们有降温效果，但是我们上面铺了太阳能光电板。那这样的效果其实是打折的，的确，而且不止打折吧，因为刚刚丁老师有谈到太阳能板放在那边，太阳晒的时候它是会发热的，所以它不但没有办法降温，它还会在产生热能，是，所以它形成另外一个热岛效应。的确，所以它我们在最早之前谈到的这个冷岛效应，其实它的折就等于完全不存在了，是，那。我们真的好好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说不定什么事儿都不做，反而会是对于生态或者是对于发电这件事情效果会是最好的，会不会可能它是另外一个解决之道呢？其实这件事情的话，我想我们应该一个无论怎样，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去了解这一个皮塘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个生态系功能有哪些，它能够提供我们怎样子的服务，还有这一边所栖息的一个生物，他们是怎样子。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是怎么样子的做，他们会产生怎样的冲击，我们找出最大效益的一个做法。那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未来要再努力的事情。尤其是我想到客家文化非常的崇尚勤耕与读嘛，所以客家这边的读书人啊，老师校长特别的多，那经常就是拿一本书在皮塘旁边吹着凉风，然后读书，然后造成大家都非常的好学不倦。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武林高中，我们就觉得说学校充满了书卷气，但是我们必须要饮水思源。因为皮塘毕竟是老祖宗的一个文化象征，而且它提供很多生态功能，还有文化的功能，还有各式各样的历史，还有一些建筑美学的这种功能。我想我们必须要去三思，我如果把皮塘去摧毁了，做太阳能光电板，这样子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想方老师提到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平常我们在做
一些经济上头的考量，或者是在能源上头的开发，我们比较倾向会去计算一些数字可以表达的效益，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科学，可是其实它科学的面向是非常多的，像生态这边的研究跟生态这边对于环境的影响，它其实是另外一种的科学表现。那另外一种更难用数字去表达的，其实就像方老师刚刚提到的人文上面的价值。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更容易让人忽略了。是我们经常讲的科普嘛，一定是科学传播，它必须要达到一个非常简单让大家能够了解。那事实上我们也研究过我们的桃园皮塘，那这个皮塘上面譬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太极池，大家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是搞封建迷信搞风水迷信，其实不是。事实上这个风水这种概念是老祖宗的一种概念，它这个概念譬如说水进去的时候留一个 S 型的弯道，它事实上比较能够达到除污的效果。那我们的相关研究已经放在国际的 SCI 的期刊上面，是。那国际上对我们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因为现在的除污的地方通常都市用地都不会很大，所以我们希望说在那么小的用地之下然后能够用一个太极的这种营造工法然后能够达到一个除污的效果。是。那我想对于生态方面除了它的这个自然环境之外，它也是有它人文上面的思考。那以丁老师您长期在做这些生态的这些观察，您觉得在生态上头我们最重要的人文思考是什么呢？其实对于生态来讲的话呢，我想我们有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他们。一个是某种程度是一个主宰者经营者，我们努力从那一边得达利益，这个我想也无可厚非，天经地义。但是大家也要了解，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任何的改变任何的不一样，我们人类现在是食物链最高阶的一种生物，只要它改变太大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把我们自己当成是这整个生物社会里面的一个守法的好公民我们尊重其他的一个生物我们也尽量让这个环境能够变得更好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有些时候才是我们或许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呢，一个比较健康也比较自然的一个态度。是。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老师，让我们对于这个皮塘生态有更多的了解。那尤其是今天我们特别选在武林高中在桃园的高中做这样子的讨论，就是希望大家对于自己在地的景观可以有更多的认识。那现在我们要赶快把时间开放给我们所有线上的同学了。好好，那有同学问到说，现在还有皮塘被挖掉种电的情况吗？目前为止这个应该不是桃园同学问的。是，目前为止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先生已经说我们不要在皮塘种电所以原来有一些皮塘他已经核准他种电当然是继续在做但是我们希望说这种情形不要太多，而且也不要让二次的危害到皮塘的水质那第二点我们也很担心说现在我们营造的一些皮塘然后造成一些外来种生物也跑进去，就譬如说我们的太极池，我们的生态工法在里面竟然发现美国的鳌虾那这里面就代表是说这个鳌虾是经过人去放生，然后因为一般人觉得它不好吃进口以后就把它放生到我们的太极池里面去了去妨害到其他本土生物的生存。是，所以整体的生态教育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只是我们就是由部分专家来去主导，全民都要有概念，要不然即使有好的生态也没有办法有好的维持。好，再来，哇，这个问题好尖锐呀。如果深澳电厂跟皮塘光电二选一，老师觉得可以牺牲哪一个？我想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人不一定要牺牲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牺牲我们自己来去成就一些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本来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电是，但是如果现在是我们两个不好之间要来选一个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我们都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我们要选一个的时候呢，可不可以回到说我们愿不愿意来让我们自己牺牲一点，牺牲我们自己，
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望，让我们的需求尽量下降。那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了。那这样子其实有时候也是釜底抽薪，而是最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真的不需要做无谓的牺牲。对。然后我有一个想法是数字的管理哈，是因为现在大家着眼在皮糖的光电，好，它发电量怎么样？但是伤害的是生态。那生态我们基本上很难做数字的管理，但是我今天还跟丁中树老师有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黑面琵鹭的迁徙路线的问题。如果说黑面琵鹭迁徙的地方有风机，但是我们如果有很好的数字、很好的调查，知道黑面琵鹭的迁徙路径，因为现在听说这个发报器还可以做成一个 3D，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它的飞行路径，不但是平面的，而且你还可以知道它的高低。那你这样子做风电的话，譬如说它是一个风机在那边绕的时候，它不会打到黑面琵鹭的翅膀，让黑面琵鹭在栖息的时候能够非常安全的到台南那个地方去。这个是我是觉得科学家可以去做的工作。的确，就是说这个牺牲其实可以被管理。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得更精确的调查，也许同样在路径上，可是它在 3D 的位置不一样，对，我们光改变一个风机的高度，可能这件是伤害就不会产生。所以我们再三强调的时候，我们都不反对绿电，但是我们反对是要做的粗糙的绿电，粗糙的没有经过评估、没有经过调查就随便铺的绿电。是，我想一件事情还蛮明确的，就是台湾的话呢，在中高海拔的这个陆域的栖地，其实基本上现在保存的相当不错。那也是很多生物他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家。是，但是台湾其实讲到栖地保护的话呢，哪边威胁比较大？是低海拔，尤其是湿地。那虽然说这些皮塘它们都是人造的一个栖地，但是呢，它其实给我们很多低海拔那种水生的生物难得的一个家。我们把它给毁了，我们让它数量大幅的下降，其实也就把这一些生物它们的家给拿走了。的确，尤其是像是中高海拔，我们可能比较不会去干扰到它的栖地，因为毕竟不是我们人类主要活动的范围。这种低海拔的栖地就像是皮塘，如果我们能为它留几个栖地，它的重要性跟关键性其实就相对来的高很多的。对，是。好，那有同学问到哦，就是水库跟大菌的气候调节的效果跟关系又是怎样呢？基本上我们刚刚讲的日月潭本身它就是一个蓄水的水库嘛。是。那我们因为桃园皮塘它的面积加起来非常的多，所以它的效果相当于一个水库。哦，而且它又分散。对，刚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那基本上我们调查结果，现在还有2200多座是比较大的皮塘，在整个桃园台地上面，所以它的效果还是很好。但是，一旦它的皮塘数量减少的话，我想这种温度的调节效果就变差了。是，我现在这边有个很好的问题，可见他有认真看我们昨天的节目，他有问到皮塘有蓝碳功能，那有没有估计过它的价值？这一部分的话呢，其实皮塘的话，它里面有这个水生的植物，包含藻类以及其他那一些的一个天然性的一个植物，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们可以产生这个固碳的一个效果，所以某种程度它可以把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把它吸到这个皮塘里面。但是当然皮塘它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除了光合作用之外，它也有呼吸作用的一个功能，所以两边的这个差距并没有太大，所以在这个净收支上面的话呢，并不是说像其他的生态系一样那么的大，但是它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一个功能。是，它其实在气候调节上面或者是其他的生态功能上都可能是更强的。是。好，那这边有问到立柱跟浮板式的太阳能板有什么差异？基本上立柱式的它是悬空的，浮板式是直接铺在水面的。那但是浮板式它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它一旦剥蚀了，它会有通电的效果。事实上如果说人进到这个皮塘发电区的时候，它有误触高压电的危险，所以立柱上基本上它的成本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讲比浮板式的稍微安全一点。是，好，
那因为问题很多，所以把几个问题合在一起谈哦。那刚刚老师有提到说皮塘是桃园特殊的景观，那可能有同学晚一点进来，他没听到，希望老师简就是再谈一次。那为什么其他的农业城市没有出现大量的皮塘呢？好，我们想说桃园的台地非常特殊哈，它是一个红土台地，那基本上它的这个红土透水率特别的低，所以当初台湾的西海岸都开发了，为什么桃园这个地方没有开发？是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芒草，而且地势特别的高，不容易有储水灌溉的功能。是，而且它这边的河川都是断头河，我们就知道说新界溪、老界溪，他们原来最早的话是古石门溪。那这个古石门溪因为台北盆地的陷落，把这个河川的话源头整个截夺到台北盆地说，所以我们台北人是。应该是亏欠桃园人哈，因为我们把桃园的这个地方的水源给抢走了。那这些断头河基本上就失去了灌溉的功能，因为水量很少嘛。所以桃园非常的晚才开发。那开发的时候已经到清朝乾隆年间了。那第一个池塘就开始做了。然后这些工法配合到客家的工法。那我们知道说，在客家人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岭南，岭南那边的话有很多鸡塘。那这个鸡塘到香港、澳门那边变成鸡尾，就是养虾子。那到了桃园台地这个地方的时候，先民把这些池塘叫做皮塘。那事实上做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就在不同地方，它的运用功能不一样而已。对，然后这个皮塘就是直接在土地上筑堤，然后让水能够存在上面。所以其他的地方，因为它可能有其他的灌溉方式，不需要透过皮塘，所以才会形成桃园的特殊景观。而且其他地方像江南大郡也有一些皮塘，但是营造的工法是闽南式的，跟这边的营造工法客家式的不一样。所以这就是老师特别谈到了这个文化上头的保存价值。是的，因为其他地方可能它的做法也有点不一样哈。那其他地方也许是河川灌溉或沟渠灌溉，那桃园这个地方是桃园皮塘加上桃园大圳、石门大圳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联系灌溉。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说石门水库是人的心脏，那这个大圳就像是人的血脉，那我们的小小的皮塘就像一个一个红血球，可以支持一个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的健康。是，这样子的比喻挺清楚的。好，有一个问题是真的是来跟丁老师博感情的。是，他问丁老师在桃园有没有推荐的皮塘赏鸟地点？是蛮多地方的哦，其实桃园有上千个皮塘，那很多地方都很好。那老实说，我们看鸟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感觉像猎人一样，去我们不敢保证我们会看到些什么。但是怀抱了这种不确定性感，然后我们去那一边享受惊喜，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当然大家会比较常去的，就譬如说像大园广兴堂附近，那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栖地，加上说它又离海岸相当的近，所以它其实有时候不只是那种陆域的水鸟，有时候那种冰岸的在海边的它有时候也会进来，所以两种水鸟都可能观察得到。是，那边是我们大家常常去的地方。但是我会觉得有时候到野外You know, 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看到什么，没有看到我们就感觉好失落，不是吗？对，我们怀抱的是说啊，去，那我们尽量发挥我们的所长，我们亲近自然，然后看到什么，大自然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看到什么。对，这样子的心态更轻松，而且任何的大自然给我们的都是惊喜。是是，好，那有个同学他很担心说，现在台东资本湿地也要开发成光电园区，您的看法如何？就不要吧，是这样的。对，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或者是说在开发的时候还是保持到皮塘或者湿地的生态服务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因为我们知道说湿地它基本上是人的，如果比较人体的话，它是一个大地之肾。那我们知道森林是大地之肺，那如果说我们的肺跟肾都坏掉了，人还能生存吗？活了啦。是，好，那还有没有时间？因为最后这个问题我也蛮想问的。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说水蛭从5000只变回1000多只，那请问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我们只要把水域经营好，那水鸟候鸟就会回来？这是一个非常台湾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当初大概
不到五十只，最低最低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其实只有三四十只而已。那时候大家会说，完了，这个物种我们讲有灭绝漩涡，数量到那么少的时候呢，大概就回不来了。但是我想在台南两会以及台湾高铁的一个支持之下，他们努力的创造新栖地，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们所打造的那个园区呢，本来是甘蔗田。不是水域，但是他们把这一个栖地呢，把它给打造成适合水质，它这个栖息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去放新的水质，而是原来的水质就过来了。那他们在这边，我们好好的保护他们，让他们好好的快乐在这边生活，他们自动会发挥他们的生物潜能，越生越多，越生越多。它越生越多之后，他们会散播到其他更适合的栖地。所以对我们来做这个栖地复育的话呢，其实一个很重要就是把那个环境给保护好，然后我们有耐心，让大自然它会自己去解决它剩下它想要去面对的课题。的确，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当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态环境照顾好，受益的不仅是我们人类而已，像这些动物就会自然的回来了，那它自然就会再恢复成一个欣欣向荣的生态环境。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还有所有线上跟我们一起参与的同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